这个是老师带他们去妈祖庙拜拜，求的平安米，他带回来了。对啊，刚吃回来。阵柜内面乱七八糟，拢是物件，拢是包。吃到了。全是乱七八糟的。爽，超爽。Later。你去玩给我们带什么礼物啊？给你们带了，就是，这么幼稚的礼物你都买，拜托。那人家手工制作，你自己摸看，还是纯木头，然后呢还有这个，对吧？凳子，我自己制作的。自己做的。你看里面还有。这是我制作的，哎，你告诉我一下，你这次出去花了多少钱？这个是我很好奇的。好像只花了990。你可真是悠着花哈，带1000块出去，花到剩10块钱回来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，我就是1000块出去，剩10块回来。我在玩那个投机的。有买零食吗？有啊，有请同学吗？自己吃啊。然后那个披萨超贵耶，一份那么小的披萨才4块，200块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不正常。必胜客200块台币也可以，至少可以买一个小份的。人家那边卖的也是小份的，它就四块，小份的就切4块，不然是小小份。块。对啊，然一后。块那么小，哎，你们还会开毕业晚会吗？还是就这样了？有还毕业晚会呀，就是唱歌、跳啊、唱啊、跳啊。会难过吗？会舍不得吗？后面导游有跟我们说一些话，然后就全场都哭了。说什么？就就是。是说那个，就是说他老师的事情啊，要感恩那些老师啊。因为这一下要各奔东西了，以后再见面可能都难了。如果不在同一个学校，就这么分开了。你现在都经历第二次分开了。你离开大陆的同学的时候，你有难过吗？我都不知道是现在转过来了，还没难过就已经来了。那来了之后有难过吗？来了之后，我难过，像谁难过？是一个人在那哭，你有哭吗？没有。但是第二天的话，我们又去坐日月潭的缆车，然后我们还在日月潭的湖面上拍照，因为没注意啊。就站在光秃秃的湖面上拍照了。对，然后一堆的垃圾，一堆泥土。不是，早就一堆泥土，应该早就捡光了吧？为什么现在还会有？我很宅，这因为有下雨吧？可是这2天下雨，不是应该日月潭里面应该要有水了吗？有水可是没填满啊，它铺了一大片。比如说这边是一个潭，已经缩小了1/3，就是外围几乎都是干的。你可以走一圈。你知道九族文化村？我比你年纪还小的时候，就在电视上看广告，在看九族文化村的广告。然后，可是我到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还从来没有去玩过，没有进去那我们过。就可以去玩了。太远了，现在已经过了想去玩的年纪了。可是那个是我小时候经常想去的，还有那个什么剑湖山世界，那是我小时候看电视，一直看一你直别想想了，去的。正在维修中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就说。有一个超大的跳楼机，还有一个园区正在维修中。那个现在反正我也没办法玩了。原住民的叔叔请我们吃地瓜，因为我们第一个到。而且那个地瓜里面都是橙黄色的，很好吃。然后我们还看它生火花，拿那个打火石，然后用刀，然后切，然后哗就掉进去，吹一下，它就起火了嘛。就表演原始的怎么取火给你看是吗？哎，你觉得毕业旅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？好玩，
如果你没有转学过来，这会你正在紧张的准备毕业考。难受。难受跟好玩有什么区别？对，应该是难受跟舒服。人生也不需要太舒服，人生还是要多点难受，多点压力才有动力，不是吗？对啊。这周末黄冈好好的去写起来，然后。不行，人家还没收心。没有收心写10页，写到收心为止。不用了。